他睡着了，要不咱俩搞一下？好嘛，没有事儿，他睡着了，能值的。行啊。哥，你说我老公为什么出轨？是一个咬人是吗？嗯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还想吃吗？想。嗯。还想要吗？想。还想吃吗？想。这回你知道你老公为啥出轨了吧？嗯，我知道了。他贪得无厌，有我一个老婆，还想要别的女人。你可拉倒吧。瞅你胖样儿。